黄鹤楼上站了个李白。李白，你干啥呢？哦，送孟浩然。孟浩然在这儿呢。孟浩然好了没？船要开了啊！这才来就让他走啊？那你怎么走？下不去呀、啊。下不去，船来接你，接不了呀。怎么说？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直接蹦过去，掉、河里了。那李白去送他。哎，鹤，哦，那你乘着鹤走，飞过去。船呢？哦，船给你挪，快把你接上。故人啥来着？西辞啊。东辞。给你挪。南辞。西辞。故人西辞黄鹤楼。下一句是什么？烟花三月下扬州，这是柳州呀。烟花呢？没有烟花呀。火，哎，放到船上去了。烟，哦，再来个口，再来个大，烟花不就来了？然后嘞，还不能走呢，还不能走。烟花三月下扬州，月，哎，复制了一个三月下扬州。柳州，我要不去要去西楼四换呢。广西口音。柳州，我要广州。今天不去广州哦，那去扬州啊。扬州。对了，烟花三月下扬州，还不出发、啊？点个火。屁股着火了。开过头了哟。开过头了，还剩了烟花。孤帆远影碧空尽，不见了。烟花呢？炸一下。危险长江天际流。他给天上炸了一个窟窿。